知道好，你你继先续讲。说。没有，我意思是说，你刚刚是说，我们是可以坐直升机，然后直接踩到他头像那边去进特写就对了。我并没有这样说啊，没有，但你在我旁是边这大样概说，一。周遭附近这样你们要利用直升机去做机动的登攻击，陆。只是叫你直接降到敌人头上。我把我刚刚说的话讲成相近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个看一下，哦，敌人 bug，因为敌人的位置我都已经标出来，那你们当然就找个合适的地点降落，然后进攻啊。然后所以基本上我们打完一个地，就是假设我打完那个炮兵阵地之后，我们可以就是直接去阿布达德拉那一边，直接去打那个塞尔维亚的那个阵地就对。我再简报一次，我们地图上标了两处点，一处是已经侦察到的炮兵阵地，另一处是已知的敌方部署单位。那我们为了要进攻那个单位，我们势必要先解决敌方的炮兵资源。那把炮兵资源解决之后，你就利用直升机快速移动到城镇周遭某个点，然后开始对城镇开始发起攻势，然后把敌人歼灭掉，就这样。所以简 OK，单讲顺序，你会先去把炮兵阵地打掉之后，再去打前面的那个城镇。好，我知道，那我暂时应该没有其他的东西要问，其他人有东西要问。诶，炮兵阵地那边预期是什么类型的炮兵？他会不会一看到直升机，然后就炮管抬上去，然后打下来？应该没那么是准吧？固定的火炮，哦，固定火炮，了解。固定的是防那空火种炮，车子可以拖拉的那种。多义是啊，轻多义是炮，大口径，要轻炮，定武起跳的那种吧？那个不可能防空了、那他不会打防，他不会打空中单位了。那个个也要打，防空的计算公式好那像个弹很重，复杂，我记得。那对也啊，应该真的还而且蛮他的辛苦的。弹重要换啊。要换成那个对空的，然后会空爆的散弹。所以，如果说那边没有其他装甲单位的话，或许我们直接用那个机上的机枪直接去压制他们也可以。你们可以这样尝试，可是我不建议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兔子用那个回旋翼去把他们全部切成两半。God damn！来看一下，聪明哦，现场绞肉我机觉得慢你这个想法是。很赞。我们野猫可以用吗？年满蜥是那个是怎样？有野猫，那把就直接飞进人去丢进挖。去，然后直升机跳级了。兔子在吗？兔子还可以吗？人机基本上就是那个吧，就是梅林。野猫就暂时先不开放。OK。到我最后一句。对。最后一句，我现在在地图上面画的那个正方形是敌军的范围，还是他们只会在特定的范围里面？你可以想成他们可能会有克莱夫在附近活动，或是有其他 outpost 在附近活动。但我们任务就是解决掉炮兵阵地之后，快速移动到城镇周遭，然后把城镇里面的敌人歼灭，然后再撤离那个区域。所以我需要用工兵，还是直接用染色大罐，或者是AT 去轰它就可以？可以，你认为可以有效把那个火炮炸掉的东西就好。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那个工兵就好，那个一颗手榴弹就可以解决，塞到炮管里。还是拿火你是箭你要弹。塞得进去。嘿嘿。把兔子的头塞进去，那个不行欸，这样不太对看你一下，那个麻头可能烦塞不太排进成去，太大。那个麻烦一排成你们所熟的那个队，谢谢。然后我再分一下人数。是往哪一排？
那个属于我这一队的牌我这里，谢谢。啊，好饱好饱，啊，好爽，啊，就多一组吉祥品，就这样。啊，一个人把二十四只鸡翅给吃完，有够累的。苦了，吃哈。你还活得过今年吗？会不会太多啦、啊？那个，要小心吃。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就直接加你们那一组就好了。对，那个补充兵的全部加我，或者是另外一队直接加我，除了直升机主人之外。然后那个你会不会绑起来？雷，雷坏坏，你要讲什么？没事没事，雷坏坏，慢慢来。看一下，亚洲空干王，那个全部人往我这一边，往你们的 NE 方向吧，往你们的 NE 方向走，然后排好，谢谢。排横的排直的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刚刚发现这样子比较好分一点。那你要直的还横的？直的啦，你就当直的。直的。我还以为会跟英国火枪兵一样，火枪兵横的，排队枪毙。小泽预备，小峰在挂机，小峰医疗兵在挂机。好了，回来。他刚说他出门接我女朋友，那他回来。小峰送完女友，我以为他去安慰女朋友哎。医疗兵吗？啊，你刚去慰安女友吗？不是有三只医疗兵。我送他回家。慰安呢？小峰，从谁开始歪的？谁？我说小峰。哎，我说慰安，不是我。哦哦，怎么突然变两个医疗？然后肚子想要就直接叫他跪下。嗯，好，我想想，南光大马尾对不对？大吉利，等等，让石洞讲，我听不到讲话。好，请不好意思。所以说什么？南光大吉女仆。我刚去用三次再讲，我刚去用三次再讲，你们没有，不要用无线电讲。你上机你会听不到哦，对啊、上机那个声音很吵。后面的高罗，麻烦南光，然后大吉利女仆给我红酒。顺便告诉你。那个小欧是辅助，所以你要编的话，连小欧一起。志伟男主，然后铁道球回来了，雷也男主。看来是不听到。OK。铁道球回来了，没事，等再说就好。我把老徐当死人了，你现在就最高主人。拉线也要拉一下。拉线来，我知道。你们上一场他有这样吗？然后上一场刚才。接着去，刚才是我拉的。在哪里啊？哦，我来了，下来了，原拉下来了。哦，拉下来了。然后，然后，小，你是什么名字？我忘记。啊，我吗？九五，或者是叫我路人，怎样都好。幺十五，幺十五就。幺十五跟。路人。士兵十五。幺十五跟十，幺十五也是男主。男主医疗兵麻烦绿组，那边石洞。小欧就跟我吗？你刚才听到有人在讲你，你就进来没？啊？就进来红队啦。小欧，我吃两个，我吃大金跟蓝光。吃我下面啊？啊？我说你吃我下的面，哦、他生日我要下的面。黑熊新评委员会第3687届。新评就土委没有，每个都是无效。啊，军法日，每个都是无效，好吗？我又不像那个，我又不像德国慕尼黑那个教会性侵男童。大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我的麦。我觉得我应该不要大声。不是，那 Stone 你不是要调连麦，你是要把大家都静音。没，其实蓝光把静音。再听下去，你的直播是不能听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觉得你直播会被黄标。哎，对对。大等我一下，我有时候这种事不会被黄标。对，我先把我的麦克风调到最大，稍等我一下，我只是说我要下长寿面给小欧吃，简称下面。啊，我吐气，吐气就送。他要解释，丈夫等下再见。那你要接管还是？暴雪雷雕，你要接管还是怎样？那个现在是你是最高指挥。完了啦，他在跟那个送货的说：“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，麻烦下去取一下。”啊，没关系，我继续，那个，第二三有下来啊？不是，你刚刚是 orgasm 吗？他的麦克风爆了。好，那个我们暂时分到这，我们暂时是这样子分。
然后你们打开你们的地图，是我们等一下会坐那个，我们等一下会坐那个直升机到抵达 LZ， 就是那个契约高地。然后抵达之后，麻烦就是全员移动到 A1 那里。如果那一边确定没有东西的话，我们直接开始进行突击。同时开始，男主前，同组后，同组提供火力掩护，然后男主进攻。然后我们最后目标是要摧毁那个目标点的那个炮兵阵地，有没有问题？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思伟啊，不是手，不是思伟，那个 Stone 啊啊，所以红男主谁带？红组的话，麻烦那个女巫带一下。OK。然后男主的话，麻烦那个思伟带一下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，你要不要干脆把医疗兵发下？医疗兵有点多。那个。董川，你去男主，然后小，然后 Marshmallow 你去那个红组，那边，然后小峰你在我旁边就可以。嗯，好、哦。再来就是，哦 God， 老去，然后我看一下啊。他说他重开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另外，不，知道你如果真不行，要一个男主，一个美主，一个东主，指挥到整队，你就指挥队长。断线不是你的错，不要怪在自己身上。对。第六高地在哪里？我看看。你现在让我们很紧张。Okay, 不要紧张，拜托。Chow， 告诉我七六高地在哪里？翻到桥头这样子。七六高地。深呼吸，深呼吸。不，在七六高地。不要，你既然当那个，你都已经把那个指挥层级下派下去了，你就不要一个慢，一个一个指挥，你就把大致上的战略跟他们讲，让他们自己去安排就好。告诉你们，冲 ！Chow， bro， Chow， 我怎么觉得你在指谁呢？我觉得你好像在指谁呢？啊，有吗？哦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。好、啊、好，那个稍等一下，那个小二，不好意思，你转去男主一下，谢谢。但我是机枪兵助手。机枪兵助手。机枪兵助手。啊，那不能跟他分开。还是我的人了，没事啦。那个 Spacey， 你转黄组，你别动，你是独立行动。是啊。好，然后大概上就是这样。没有 S A。那个麻烦同组跟男主就是确认一下，等一下你们进攻跟火力支援的那个部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上期，等一下我们游戏时间12:33上期，然后我们直接前往到 L C 进行突击。好啊，要带148吗？我说我跟红组。小队长带一下148，小队长带一下148，然后直升。红组一瓶，狼组二瓶，然后指挥群三瓶。好，二瓶。控制单位148小时。所以你被批准使用野猫了没？没有，只有马林而已。蓝组几瓶啊？刚没在听。蓝组二瓶哦。他这个瞄具是不是营军包里面的？红组先天测试，他写在超后面的。蓝，这个应该对不上去吧？不然就是枪要举起来。这个是 Alcan Spec DR， 英军的是 Alcan 三倍。咖啡。每次举枪都要中自己眼睛。冒险冒险。放心，我带六个280的，两个一定够用。有。有。控制单位测试。空中单位148测试。我单位在二品。二品好好。你有 FAC 啊？你要就叫 FAC 负责。那个 Swiss， 你负责那个空中单位的通话可以吗？对啊。
好，谢谢。那个我想一下。哦，基本上两星。跟 AT 四应该够打吧？那个好，只有我一个代替。你们准备好的话可以上机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把那个作战的详细再讲一次。红组全员上机、欸。对，怎么只有你带 AT 啊？刚刚我不是耳塞的。哎呀，好像一整队里面只有我一个 AT， 你三门都是。美女布，你刚刚是说要我拿望远镜帮你看有没有打中这种东西吗？如果有空的话，没空的话。可是你两个，你们三门都是第六了，不是高倍镜吗？我是高倍镜啊，但你看目标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是一直哦 ，OK， 好，真的不好降落的话，那个那就我操，我死了。我刚想说你高倍镜啊，让我高倍镜帮你看那个意大利。那直升机总不理我。有没有可以查你的？导演帮我。指挥权的，你在想什么？指挥。明脸的。哎，我在看你们。怎么你们都可以谈的？人家伤兵、欸。凡克，凡克你三门都是762、啊。什么东西？三门都是762、啊。对啊，三门都七点六二。啊，两个点五零都没有。两个点五零都没有，你被瞧不起。没差、啊，连个点五零都没有。点五零都没有。这草就是我手上一只九叶手枪。我只有九叶手枪。好爽哦，居然有人躺着。你好，那个凡克，你有办法把那个 M240 旁边躺着的是排长、欸。什么东西？要死。是我们还有人没上机吗？应该是上兵位吧。跟着不好意思。那个是谁？还在飞机底下。调皮耶、欸。我看不到。我看不到。我怎么看的？先。FAC 美丽。波妞。天啊！石头跟你讲 ，AD 只有一个。幺洞三两妖怪。你什么？警察，警察，我有带警察，还有带三只，不过没有一二零，有点难。加油！没有发剑机了。我以为是，我以为是我们要。也没有三零连炮，这一个人啊。我以为我们要同时就是要管理那个，对，部署到位，然后地面到位，还有就是自己那里。没有，我是说。我们反甲能力的高度，所有手段最大手段在一个人手上，是他说要发下去，要你知道一下。如果你需要调用反甲能力，蓝组一五这边是反甲手。培根呢、欸？培根多久没上？培根也在上 AD 啊。我上次看他是在跟鲁德。啊，就是多一个了。对啊。好，那个等一下，是等一下培根那个，等一下培根，对，等一下培根会待在。培根也是在男主那一边，你们有两个 AT， 你们有两个 AT 手。认真的。躺着那个也太爽了，自己躺。我讲错，不好意思。他可能胸口中枪。女仆，我跟你讲一件事。你要平均发下去还是？有两瓶，全部交由男主作为。没有弹药。东西没有弹药。等一下，我刚听到什么？两体没有弹药。机上的弹，机上的机箱没有弹药。大可能吧。啊！我该上去看过。我这个也只有两百发而已。他没有被弹。认真呢？没有被弹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没有血被弹。要用那个机箱弹药帮你装备超级直升机的装备栏，然后才会。所以只有机尾那一门有弹药。哦，我就是。只有一箱哎。Surprise。你们这个也只有两百发而已啊！没事啊，你们还有飞机啊。OK， 各位，这两百发要珍惜啊！那珍惜我这机上两百发。不是，真的看来真的要看靠你的回旋翼了。绞肉机。我觉得 air support， 或者是你把那个是最后一个我们要一了，要做死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注意喽，三十秒，各位，我们靠近喽。30 seconds。30 seconds。没那么快吧？等一下。好像没那么快吧？等一下。有啦，快有啦，有啦。有啦，放心啦。红灯亮了，红灯亮了。啊！等一下，声音想跳是吧？等一下，30 seconds，我们应该下不去才对哦。超过三十秒，再重新。就是 LZ 北面69平原那边，
69平原。确认，不要降到山头上。对 ，LZ 旁边的平原，对对 ，LZ 旁边就对了。所以下面有两个人吗？完。好，没事。兔子 LZ 的这个北方，北方大概100公尺。妈的，信平。哎，这附近找工地。不要站在山顶，山顶上。我下面是有两个人吗？你问一下而已。拜，单手红绳，高！打败，打败，打败，打败！副组长准备第一支天网到 A 问点 ，A 问点立刻。走，有枪声哦！嗯，枪声？确定这个不是他射雷烟弹的声音吗？有可能。真的雷烟弹射出来，我听到一股枪声。这些人按到，红组跟紧，然后我们靠左边 ，W 方向。今晚值班哦。我刚刚听懂了，检查一下。这一次瑞德呼叫。吕博，我想听到落雪和接管指挥。那个吕博，现在落雪接管指挥。说瑞德，所有人停下，在我旁边集合。还有 six。OK。不是在天空吗？怎么在下面？哎、欸，兔子不要跑、啊，跟你聊天哎、欸。好快哦、喔，可怜了。还不，你再不趴下，还被打，被蜂窝人就你。那你第二张标记是哪？哎呦，向下。哪里啊？那个给我方向。海的另外一侧，都是你的另外一侧。海的另外一侧。海的另外一侧，哪里？他没有看，应该在炮兵阵地那边了。二三四。喂，那红组、蓝组移动到 A 弯点。PP 移动。啊，看我的 PP 移动，小欧。好可怜的。收。看你都没充电是不是？连 PP 移动都不知道。这个红蓝组往。A 弯点移动，这支红组收正在前往，先不要过山坡、哦，麻烦在那个石头旁边等我。他往那打天空，天空是他们的敌人啊！哇塞，天元突破哎、欸！红蓝组注意，到达 A 弯点之后，先不要上山里面，就是不要探头。红组收。我找不到音乐，怎么办？飞机尾报，标定四枚，跟正四门榴弹炮。主收。该地驻守两队步兵。滴拉风，嗯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你旁边啊。助手的步兵是群殴状态还是原地而已？一致哈，帮我拍一张一致。回报警戒，看到我一致一横排横排。Including me？ Yep。小姐，让你 UAV 地上。因为我交底运气超衰啊。男主，更正到 A 2点，然后 A 1继续在 A 1的上一线后。红组收，红组收，勇的。啊！大白天肆意攻山。拦住好不好？去帮我加拦住。那个很闲，两百八没有，我在看距离。小欧后面的更闲，二百八。绕去拦住抵达那个 A 2点。都升完了，可以打仗了。我这边是不是没有人是枪用弹兵啊？
没有，把这种人背单腰，没有中吗？我们今天是一个精准射手，两个机器。哎，各位注意哦，等一下听我命令，上山林线，然后对着炮兵阵地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交叉火力了。我们已经过来要进入杭州，然后把男主准备好了，把国人直接射倒在地板上。各两位注意准备喽，男主准备，统一由我执行开火命令哦，所以麻烦你上战线，第一姿态用爬的或蹲的。OK。守岛红主还没就位。来，小队跟着我，然后准备用爬行的就射击位置。然后你的任务是帮我挖壕沟。OK。不要挖壕沟，不要挖壕沟，直接不要挖壕沟。对。现在要把这种红主就位，所有人停下。男主就位喽。等一下，那个大吉，你先朝近的射击，然后那个蓝光帮我朝炮兵位置射击，用无线电好不好？蓝光，等一下用朝炮兵位置射击，然后那个大吉，你朝近的地方射击。黄叔，嗯，黄叔准备好了，蓝叔准备好了吗？这是蓝主指挥权交换，所以好像听不到指挥。了解，那蓝主现在谁指挥？我站带好了。了解，那雷麻烦你们上山，你先 A 2点，然后先暂时不要开我，开我命令由我这边下令。有收到。低姿态。哎，我离你们远一点，我怕等一下两个机枪同时开枪之后，他们直接打一个点，我们全没。确实有可能，再散开一点，各位。我这次拦住，会把那个豆腐根当掉了。什么意思？豆腐当掉？因为 AI 全停了。有吗？是现在进攻吗？还另外一。我现在如果开打的话，打死他吗？该是打不死。那个红蓝主注意哦，等一下，我先这边先讲一下打攻击细节，等下开始交代预先主要攻击那个炮， okay, okay. 有枪弹什么就打，有对有枪弹什么就打。好收，红主收。是我卡吗？或者我看 AI 在原地走路、啊？因为豆腐好像挡掉了。那个城镇战，那个趁这样走，拿来侦查吧，侦查跟机会用的。好人组注意哦，等一下 AI 要是恢复正常，我会下令开火。那到时候马上清理你们队员，全部出零线进攻击。同学，我们是两队一起朝阵地进攻吗？还是一队掩护，一队攻击？目前射击而已，没有让你们进攻。OK， 那蓝组已经有利位置了。OK， 各位准备。各位准备。来出领先攻击。开始攻击。来，蓝组，
那迂回归，迂回过去我们的那个炮兵阵地，标示路线给你们看。子潮说，大概就好，就朝着那个箭头那边过去。那个蓝光。每五分钟帮我检查一次西北方会不会有 QRF 测试。对，如果你对西北方怎样，后面我没听清。黄组注意，不要使用那个爆裂型武器，蓝组会推进过去。收，红组会持续提供火力支援。我就西边有人上来。有，我就说吧，所以才需要警戒。OK， 那个不要站起来，继续趴着。小欧后退。第三方面过来西边那边帮我封一下。高举这边是蓝左吗？即将抵达阵地。OK， 小欧跟大金，跟帮我防守我们西北方的道路。了解。然后猫熊帮我把蓝，帮我移一下蓝光，然后蓝光退回来。小欧跟那个小欧去补蓝光的位置。打阵地之后那个火 okay. 火炮要怎么处理啊？这个 okay, 我不知道你们有带炸药吗？但对，我一两个雷开头的。OK， 我是 RD， 另外一个是 RJ 那个雷有燃烧弹，就叫雷就好。我这边有几颗燃烧弹，你们丢燃烧弹就先把。炮那个火炮炸掉啊！好，哪里有枪声？你不，你有看到？在石头后方，我们这边位置看不到，那只能交给他们。待五秒 ，OK。三秒 ，OK。Dump， 跟新的一样，跟新的一样，没有错。载具声，载具声吗？确定哈，确定载具声。这一阵红组注意，有载具声靠近，所有人加强警戒西方。有确认。哦，更正，东南方那是友军，友军确认。有事吗？友军直升机。这敌方有那个卡车、欸，要一起摧毁吗？哎，那个 AI 太恶心了，上来先就毁。就先摧毁那个炮车就好。哎、欸，你们可以开那个什么？要是可以开的话，把他们聚在一起。之后你可以获到直升机吗？好，我的意思是优雅。啊，不行啊！这种诺远，我还听到落雪声音。有点让它长草。哎呀，哎，我精心栽培的未装草。你这有点累哦，出来要扛个盆栽。不是不是，你看他们在干嘛？他们在收集车辆啊。哎、欸，各位你们看，他们一个人在拖着那个大炮，好屌。欸、他是怎么拖的、啊？没有，就 drag 啊。哦、oh. ，我们还骑在一起的。哇，他可能是俄罗斯人吧？我觉得这行为很合理啊，这行为很合理。好笑。准备去棒牛，但是感觉要去下个点。你先去上，赶快，两分钟内回来。男主，你们要多久？男主，我们准备要丢蓝矿，我们开始烧毁了。是哦，好，就当做我们那个结束了。指挥，你刚刚是不是想说这边是男主，我们，是我们还向你们靠近。你说什么？我为什么不知道说要丢蓝光弹？
这里没有。男主，男主直接前往 A1 点。哦，完了。对。他们刚才把自己给炸没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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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烧起来了。后面他们把给炸。哎，冒起来。光正西方收。男主，请直接前往 A1 点。一直烧烧。小心地，小心地，小心地。西方装甲车正西方靠近，近距离开进开进中，车辆十六八进去吗？车辆车辆。完蛋了。男主，我们抵达 A1 点。有第二辆，第二辆靠近。他副驾驶被我干掉了。OK， 继续继续。来，我换个弹，换个弹。男主登机了，男主登机后回报一下。我左门，我开一下，我把三个子弹清光一下。你们不要站左门前面哦，不要站左门前面哦。他吃了 QE 五之后是没有人登机，是不是？稍等，哎，后续可以起飞了，男主，我登机了。不行，再等。交代。再过去很久，我们必须交要到时候再等。我说呢，要控制三位敌人，对吧？那个对，一堆上面去打。可是你之前做干的，你会做吗？啊，我不做。你喜欢坐在地上做？这你又不影响你，对不对？等下起飞了就换，就是变你。好像的确我有事出去，所以我应该不会回来，晚上才会回来，在我们这边。应该是这里吗？不是这里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他站你，他站你。啊，干 LZ 又手中够了。LZ 有更正，坐标幺洞洞两洞三，广东一段。我刚差点就下机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想反应够快，但你是现在吸收大力能量。啊，准备到了，各位。右侧有枪声，有啾啾啾啾啾，二队长。靠近了。啊？我都在劝。啊？报告！报告！报告！你要撤，你这是个狙击。啊！有手感，老爸。好，哦，快远离，快远离。哈哈哈！哎呀，是啊，我就知道。214高地移动，你可以重复一次吗？哎，去。我的右手为什么是我右手受伤？男主，男主往 A1 点移动。这你可以把它修好。男主往 A1 点移动。红主呢？我带一下哦。咬我攻击包。OK。红主往 A2。从红主往 A2 点移动。大概是说手五秒，然后右手敲到小拇指，三秒。红组 A two 点哦，方位二五四，走喽。我说 A two。都是那种爱，我要当李白。
你赢你啊？怎么了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蓝光蓝光蓝光，哎、欸，不是我东西啦，东西在乱跳，按一下我的荧幕上面出了一大堆，那个叫什么？色情广告。NVIDIA 的鬼东西啊！站标，看那些来路不明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缺一个人，对不对？的东西叫来路不明。有一个在我们左，在你左前方，出的样子。没有，等一下，大吉岭不要跟错队，我们这到 A2 哦。哎、欸，大吉岭人嘞？他这个人消失了。会断线吧？大姐，你刚才说，哦，我一大概晚上回来，然后人就不见。收，没问题。OK， 先趴在这边，不要过零线。小欧不要过，小欧不要过零线。抱歉。干，你他妈还从我头上踩过去。你说没动吗？没动吗？OK， 跟我来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突然炒，我突然闻到那个旁边邻居家炒菜的味道，不知道。这种主体的 A2， 完了，我鼻子里面卡油烟了。OK， 想办法到连线以后，然后可以换成得到这样子。洛奇这边是拦住我们抵达 A1，、啊、卡宾。啊，不要观察吗？蓝光到我位置。待在连线后，啊，想办法探头观察。蓝光到你位置，我是蓝光到你位置。帮我趴在这里，把你趴在这里，我操死！每栋房子都有人，真的假的？那就全部打掉啊，不然就肃清啊。那我们就只能全部下去啊。OK 啊，我草太开太高了，看不到东西。那我可以先挖好多、啊，等一下要挖，直接趴射了。男主，你们那边视野好吗？然后你知道你在，我们还在往前爬。思维，你那边有 UAV 吗？他在咬牙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他第五有点五零了，有点五零车辆哦。哎、欸，你们看，迷之平衡哎、欸。你们看这个迷之平衡，后退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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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蓝光后退一点。他转过来了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南边，这边是拦住我们的视野不是很好。你们在说什么点五车辆？哦，看到他了。嗨，你好。八小，我们跨轨受星哦。等一下，你优先。高正红先生。这边超说吗？我们的男主的视野不是很好。了解，那我们就只能下去观察。下去观察，所以我们要下去吗？这次蛮意外的。我觉得他应该在看整体。就是烟火秀吗？不是不是，我说这次的生日刚好农历跟国历同一天。哦，他看错了，他看错了。你信息被打了。要不要帮他们打掉？要不要帮他们打一下？我可以一枪就爆他头哎！蓝光争跟着录取争取射击吗？射击吧，我们都被发现了。开火开火，自由开火！啊，机枪手干掉了！男主，帮我沿着站，我直接标记远点，麻烦你们就放我召开会。慢慢帮你把进攻到那位置，然后先去第三批标上。你标 A1P 吗？确认 A1P。OK。哦，他过来了。那个。OK， 要抓吧。换弹，右侧，右侧。换弹，换弹。我检查一下右侧。了解。东北那台是有点问题。这边是男主 A1P 那边好像有车辆哎。队友之后再去，队友之后才说你们想办法进攻到 A1P。我进攻到中国方向。对，不全是哪内是哪内是干净。准备。这个女仆，你可以想办法绕到北方进攻，先把那个海汉马
摸掉吗？悍马已经摸掉了，不是吗？摸掉了，没都没那个外置入口那个。另外一张吗？就我现在丢上这个。等我一下。OK， 好，来好。对，带你小队想办法下去。西南树林，西南树林，上林线上。就这样。第二那一样你不下去。Q。OK。一样你们对下去。OK， 小队跟紧我，往南部方向移动。山下有敌人，只有消防。烟雾。还有 six。注意哦，白领吗？来，扣。洛奇这边是拦住我们即将抵达一万P。我们在悍马车前面。是哟。到。夜回报，点五零悍马炮手。雨还没阵亡。啊，这个是，我把他带走，继续走。下一栋呢？稍待，你们那边肃清完了吗？肃清一栋而已。好，麻烦你们肃清 A1P 点北方，就是不要超速的东线这边。我们向北推啊。间隔，南面两台，武装跟着运输皮卡。借那个男主，你们收到拦截他们。他拖出来看，这边要动工，两栋要一台，再买一个班的恐怖卡车以及一台电零。我上排位置看怎么发起来，我可以那个。东区这边是拦住，我们看不到他们，没有办法接站，可以请直升机打击吗 ？OK， 了解。他们一方大概50公尺吧。那优雅，你叫直升机优先接掉外围的 ，OK， 地方司令。那个我看到小欧跟男主，我们先继续你们肃清，然后我往北方肃清。Okay. 那就做你们最擅长的肃清任务吧。准备好吗 ？OK。嗨。友军，左侧安全。友军在房内哦。友军，左侧安全，我上楼梯哦。友军，继续。OK。我头在海南，你帮我开门。OK， 我开啊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三弹。洛奇，我们那个向右。OK。刚刚敌人的援军这边安全，直升机要对他进行攻击吗 ？OK， 这边安全。这种恐怖听到城镇中央北面有那个敌人的 BTR。OK。BTR 我们直升机没办法解决，靠你们了。山坡上的敌人呢？对面有直升机会解决。头后门。他不解决，我们会被困在这种房子里出不去哦。他们离我们只有20公尺。Left， 了解。那你们先原地防守，先不要再推了。我收。OK， 那个猫球怎么样？OK。对。Clear. F clear. Wait. 我投在暗弹。OK. 开。Three, two, one, go. 在暗弹。OK. 卡住。Clear. OK, 空的。那个小欧帮我去跟 Marshall 肃清最后一间。OK. OK. Three, two, one, go. 八间。Oh, clear.OK， 右三区。OK， 走下一栋。OK。Left clear。
我要 clear。OK。记录了。OK。这样。还有 sec。我们一楼。注意安全。上二楼，上二楼。OK。有。阳光，你脚受伤了，我们再。哎哎。过去直升机啦。哎，对，向着正面走。对。就在。直升机迫降。然后男主，你们能在我忘记带武器吗？我已经跟你有兵哦，我那个车队上面机枪那个兵间，这边等一下过去跟你会合。卢，看到敌人吗？建筑西方窗外压制机枪手，是不是？对，窗外，距离很远，应该近距离，应该至少150以内。OK， 头不要探进去哦。OK， OK， 我看到了。离开这里，先下一楼，离开窗户。Okay.那个麻烦那个谁，蓝光，你帮我朝正前方建筑物二楼做压制扫射。过去间窗户，我们蓝组这边状况不是很好哦。哪一栋？困在房子里的，然后医疗兵倒地。我们129方位。我换个弹药。黄组想办法往那个南面肃清，去跟蓝组会合。收，这弹提供。OK， down。Good。就还有、哦。要往南方走，跟蓝组会合，所以跟向南移动，从位置向南。注意右边的 VR 在附近，有的话用蓝烧弹处理。有、嗯、的。来，红组朝我会合。那个反 okay, okay. 蓝光过来，然后光手麻烦你治疗一下那个蓝光。那边，到先到里面来，到里面来。OK OK。小固定翻，进门来这边这边，你有燃烧弹吗，小欧？看一下，没有，有一个。我要开门，准备好。丢燃烧弹啊？还没还没还没。OK， 先进屋帮你打一包一千。OK。OK， 帮我投一颗炸弹弹在右侧。OK， 我看一下。投啊 ！OK， 我要投了。投。投对。你丢九闪对不对？开始了。没有弹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OK。红组注意，我在地图上标记个 armor 点，但附近是有装甲车，你刚好在附近，可以看一下哦。OK， 我处理这栋。收到，正在处理中。记录。就这样。他说有 armor 在附近。armor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跟着我。OK。哎，关键准备好了吗？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刚才顺便肃清一下我们刚。洛奇，你指挥有医疗兵吗？我到肃清完帮我打叉。你有用？我刚肃清好了。那你可以帮我去救。在 A1P 点有那个总三角点，你可以派他去救一下吗？没有。你们那个 BTR 可以处理吗？有头。我们在靠近中，稍等一下。OK。先等一下，我们要尝试攻击他。收，那你们先攻击。Friendly。OK。改去升。注意注意注意，往这边走。我们好像打中他了。你不，他现在在 BTR 目前没有动静。不，你在。全局 back。OK， 我需要有。月报坐标洞沟山两栋两，有三名募兵在阳台，拿着望远镜看着你们的男主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OK， 你不会接爆炸？就没有援军的车辆吗 ？OK， 是安全的，我要下去喽。地没有。行。等于升靠近，等于升靠近。是敌军了，在附近。哦。敌人运兵不是第二辆运兵。你有蓝招弹吗？皮卡，跟着运兵卡车。我来丢。我是有办法应战吗？丢一颗。我们现在有点分散呢。大红组哎。
红柱，我们正在处理那个 BTR， 我们丢燃烧弹两颗在他身上。OK， 撤离。OK， 蓝光过接。啊？雨布我们在用。OK， 过接。雨上已经飙进红色 chance 点。Last man， 除了那台卡车以外，后方还有两个班，跟正一点五个班正在往西北靠近。OK， 红组都到喽。主播，我上二楼出去。好。白组想办法让你能撤出 A1P 点，往那个北方跟红组他们会了。我们现在这个地形不好跟他们打。这一次红组回报，现在 BTR 的 BTR 已经瘫痪。了解，红组，你可以想办法回到那个山坡上吗？对，山坡上可以看到南边道路山坡上。知道，因为要根据收取敌人的 RPG 吗？还可以。我们要撤离，到山坡上会有敌人支援，所以往东北方移动。有收到吗？我收，我收。北东北。没有这个。你还好吗？刚好半拆路径，太厉害了！单眼护，单眼护，单眼护。你不在你东北方的东北方的建筑物里面建立医疗站。收到，收到，我等一下。这边行的吗？对。OK。先进房间 ，OK。南方的位置，我在你们的东南方，目视到你们。我到南方，你想办法先移动到山上，然后会有人支援。我这边有医疗，进去，进去，走进去。OK。马修，我这边也需要医疗，很严重，失血过多。迅速处理中。哎，你在这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我在这。我要跑哪里去做支援火力？等我一下，山上，刚刚的山上，这一次。那我是说朝哪个方向？西边跟东边的路口。这一次主红主呼叫。你们出来小心点啊！有开始有流荡的友军，开始一军开始进，开始清刷。那个我们这边遭受了轻伤，所以我们会暂时停止移动一阵子，目前还在 BTR 这边，预计五分钟会往山上撤离。咖啡，我可能需要。本机尾报目前东南威胁清楚。Okay. 我先帮你那个封盒。OK， 我拆直接的。OK， 我先帮你，我刚刚已经帮你输一千进去了。感谢。先，他不会输到好，不过可以先暂时延长他的时间。哥，注意哦，现在东南面威胁目前清楚。阿红组，你们继续照原路。回去山坡上面。走。OK。另外一个有受伤吗？什么东西？雨布，你说回到我们刚才山上，然后朝西面进行警戒是吗？确认。OK， 撤了。了解，收。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再帮你输一钱，然后就可以走了。那小欧，你那边等一下，我们回山上再医疗。不用。这是蓝光，我优先前往 A1 点。确认，注意那个，注意一下位置。Okay,我干！你们在等我？快跑！快跑！快找掩护！我们在那个教堂墓园这边呢。没有锁住啊！剑哥，有一台突然动起来的武装悍马。我跟你说哦，上面带着 PK。OK。对，城镇正中央。回去再改，现在。知道。不过我要先帮自己下课，把我那个我刚刚。
受伤。OK， 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个还是暂时止住血了。你要注意你的。就我左右边，然后我的话，我还站着。OK， 旁边还有烟雾吗？我来看，往后丢，往西方丢。这边烟雾弹够了。我烟雾弹都够，如果还需要的话。在 A2 点汇合，我坐 A2 点，还是你现在位置在哪里？我的位置在 A1 点。需要我去 A2 吗？地面我看不太到，我只能看到对面山头。所以你先待在那边。这里是红组回报，我们现在已经撤离至 A2 点。他们火力到底是被哪里打？没有，他们刚刚已经清理掉了，所以两边山头都需要警戒。你有需要医疗吗？国定。收，那我先放你一个人在那边哦。两指到一拖点，就在我们附近就好，因为等一下我要扣程序下来接我们。收，先在这边，然后那个 Marshall 你先帮小。间隔我们东南，收到。大概400公尺处有一台。南方警戒第三台的那个南方警戒卡车正在进攻，大概拦截。了解，东南方靠松。OK， 我了解。现在目视到敌方载具，自由开火。融合十秒。OK。射击结束后五秒。OK。往哪里？跟着 A2 往 A2 点跟我回去，帮你补一下，补个血。嗯，出血七秒，十秒，一秒。OK， 等一下应该就可以帮你下个包了，不过他需要先跑一下出血。OK， 走。OK。你不，你那边血包够够啊？不，你那边血够哈。只要是彩色的我都算够。OK OK。只是他把我的欧克利的防弹眼镜打破了。我刚刚也是打破了，我就直接丢地上。我也是丢地上。嗯。处理掉了吗，蓝光？大量的敌人还在地板上攀爬，在持续打击。而且我们快接了你了。传这边。可以帮我往东南面移动，去监视东南面那条道路吗？有，我人已经到齐，跟好几句话就要已经消灭到了。哦，是有，是有。OK， 好了，来了。最后开火了。安总军，你们出勤任务。对。应该在五号。没有人，没有人。OK， 各包中五秒。OK， 前方没来人。好，在我们多久？在我们多久？在设计。哎，后面有一台。等他近一点，等他近一点。六百。六百。六百，稳定。六开我六了。OK。五百，再讲多点。你怎么无敌？不用不用吗？再确认一下。等一下、哦。
弹。在各单位移动到那两个城镇，有在我边，那个 EVAC 你放我包包，我在右边。过线，过线。收到，我们这边还在机场敌区中哦。放你包包。放你们撤回城镇，然后。负担兵距离500。对啊。我拉三单位你。然后撤移到 EVAC。不是。OK， 那个小欧跟猫姐先撤，先往 EVAC 移动。走。OK。OK， 用这个。然后我就这样，然后我一下。OK， 先给你两家，先够。OK。OK， 感谢。深圳东方吗 ？OK 啊。可以哦，你们看一下绿色烟雾处。哎，前面，前面，对，前面这里，小心路灯哦，小心路灯，哎，路灯跟树哦。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，前面一点路口，前面路口好了。小心哦，小心灯哦！这里是红树吗？好，兄弟们，不要降落，不要降落，不要降落，不要落地，落地你就 A 到，保持平稳，保持平稳，保持平稳。车速在驾驶地方卡车，武装移动。后面超小。防守。也是这个。这是你们的吗？分队分队，有去卡车，有去卡车。全上车，全上车，不是全上机。走，高铁我们蓝组要先上吗？还是掩护红旗上？啊，现在大家这个全上去。这次有一点受伤。哎。还有没上机吗？哎、欸，洛奇这边是思维，男主全员登机，又怎么回事？全员登机，全员登机，全员登机了，肚子 RTP 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你可以说消耗电线杆。所以我们任务到底有没有什么？有啊，肃清城镇啊。有啊，有啊。刚刚最后。那个豆腐把剩下的敌人逼出来，逼逼逼逼逼，这烟雾，这烟雾弹感到很浓哦。大灯没有开，太久没丢了就会这样。我刚看到是紫色烟雾哎，妈，我真觉得这个烟雾弹改过了。紫色是我的，紫色是我专属颜色。什么紫色喷雾？哦、我刚刚听到绿是绿色烟雾，说绿色烟雾弹。太久没丢就会这样。哦，太大、啊，太久没丢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太过他少。绿色，绿色，不是八眼吗？啊，我单身。